健是桥路基金会的义工，在这个大年三十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准备，为武汉那个捐款，捐医用物资。我们现在所有做的一切事都是我们尽一点点绵薄之力，希望武汉的那个，所有我们的亲人们坚持住，加油，战胜疫情。在今天情人节，我想对你们说，我爱你们。我们的爱心都在这边了，情人节快乐。我们心系武汉，虽然身在海外，可是非常关心祖国，所以希望能够尽一份心力。我那个刚刚从乔治亚州，我们山东老乡那里得到消息，他们专门跑到乔治亚州那里华人少，去找了三箱N95的口罩，可能希望能寄到我们这里来，一块儿和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货一块儿寄到国内去。武汉的，北京的，湖南的，安徽的，浙江的，在疫区的这个同胞们，尤其是我们这个第一线的这个医护人员，你们辛苦了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现在正好是中国很多疫情很严重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尽一份心力啊，希望大家能挺住，加油。这些口罩跟防护服现在都找不到，我也是尽量的在帮大家在找这些货。所以我们这边的义工很辛苦，就是说他是白天晚上，我们白天在这打包，晚上要跟中国联系啊。所有的章都是半夜三更，我们这半夜三更，那边上班嘛，所以是24小时两边轮。我叫李子怡，我是世界史委会的义工，武汉是我父母出生的地方，所以我今天也来这里，为武汉尽一份力。原来我父母是武汉医学研究所，所以在武汉的青山区红当城还记得挺清楚。我们就很希望很快的能够透过飞机，能够透过地方的快递，能够赶快送到医院的手里。非常感激几家航空公司啊，第一个呢是海航，海南航空呢是第一批我们货送到武汉的海南航空，他们的机位呢全部都满了，仓货也满，但是他仍然给我们挤出一小地方，把我们的货呢送到了那个地方去。接下来就是南方航空，我在这今天要特别的感激南方航空公司。南方航空公司呢是由绿色通道免费给我们去做这些事情，从他的这个总经理。总康的董事长，驻旧金山的董事长，到这个cargo 的 manager， 全力大家上下一心来做这件事情，然后也配合了领事馆。那我们有任何的困难，跟他们要求，他们都能够尽力配合。所以这次感激的人太多太多了。